这一大早上。You know, just right here. Wow. Just.全是冰雹，降雨量好大，这两边都成河了。嗯，还好没持续很久。伦，出来玩。哎，哇！疯了！这冰雹一过，晴天了。其实现在不冷，秋天嘛，白天也就十几、二十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下起冰雹了。走了，拜拜。慢点开。等会儿，快来。快看看，一会儿化了。好不好玩？好玩。这是什么？这是蛇。这是冰雹。冰雹。对。带给我们冰雹。嗯，你要看一看吗？你拿手抓一抓吗？拿手抓一抓。拿手抓着玩，对。哎呀，你又打我！你看，哎呀，好玩吗？好玩，这么玩，好好玩。好好玩，好。这么长好玩。哦，踩着好玩。这么可好玩，哇，这么地呀！对，好玩。嗯，下雨冰雹。对，这是冰雹。冰雹。对。哈哈，也好玩。嗯，好滑。对，到处都是冰。那这都是冰，再看这里呀。对。就我们下面也有。哇，这么大，还有这个好。对。我们可以踩。哇，这么大，来踩我们。给大家看，我们这个房子快建完了。它这是一半水泥板，一半 plaster。现在都很流行这种黑白配，就还蛮漂亮的。这细节处理的完美。其实这房子不小，每一个房子有四个房间。这是一栋，这是第二栋。我们今天过来装这门把手，屋子里面的油漆啊什么的都做完了，就再铺个地毯就可以入住了。二楼景色也不错，因为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一层，和对面那个还挺像的。
看看 Nora 在干什么。来来来来，嗨你。Hey Nora. Ah! 哇，蝴蝶来了呢，你看。哦，我也喜欢蝴蝶。蝴蝶好看吗？喜欢，蝴蝶在这里。对，蝴蝶。蝴蝶在我们家里。对，蝴蝶在我们家里。哇，那小小脚印。那儿看爸爸的，哈，还有水。Cause it's black, yes, black. Oh, the water's black. Cause it's black, it's all black. Black water, oh, black water. Cause it's black, yes, black. Oh, the water's black. Cause it's black.来，等会儿，爸爸。来，坐好。你想吃什么？嗯，香蕉。香蕉，你要吃香蕉吗？这里香蕉。好的。还是香蕉。给。嗯，哦，蛋。鸡蛋。鸡蛋。这是巧克力鸡蛋。巧克力鸡蛋。对。你要喝酸奶吗？嗯，是有。蓝莓的。要吃哪个？草莓的。不行。这个。嗯。这是洗的，这个只是黄。哦。这是黄色。好的。这是黄色。这是 香草的 ，vanilla 的。vanilla 的黄。你要这个吗？是。这是 vanilla 的，我的。对。这是什么口味？这个是香草口味。香草口味？对。香蕉。香草。香草。我要吃冰淇淋。你要吃什么口味啊？嗯，巧克力口味。什么？Chocolate。巧克力冰淇淋口味。真好吃。这个。对。好吧。好不好？好，真喜欢，真喜欢。鸡肉吃吗？嗯。好的。妈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嗯。鸡腿。鸡腿。好吗？一共花了53块钱。好了，走吧。